你不知道的万里长城，很多人认为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物部门重新认定了辽宁丹东市的虎山长城才是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经过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